今天来画糖葫芦。我今天也跟你学学画糖葫芦。画之前先研究一下。画之前先研究一下。啊，味道好极了。首先刮一点色粉，用手指涂成圆形。首先刮一点色粉。啊，这。我还是涂吧，涂出五个小圆形，旁边再来一个。然后用手指涂成圆形，这里我们加速一下。你绝对不知道的四个隐藏功能：一、长按评论就可以看到你最喜欢的四个表情，点击还可以直接发送；二、长按转发就可以看到跟你关系最好的四个朋友，点击还能直接发送视频；三、长按视频下滑找到赞赏视频，打开就可以看到免费的小花花，每天都有3朵，可以送给你喜欢的作者，就能看到作者想对你说的话哦。长按评论就可以看到我最喜欢用的表情，长按转发就可以直接发给我最好的朋友，长按视频点击赞赏视频就有3朵免费的小花，点击可以直接发送。这也太火爆了吧。接着画上竹签和表情。我的也画上竹签和表情。最后画上高光，完成最简单的糖葫芦。画上高光完成。哇哦，不错哟。